毕竟呢，与大 S 结婚后，在台湾经常可以看到她在公开场合露面。日前，她更携带自己的作品参加台北艺博展。小 S 更特别抽空来力挺姐夫。小 S 在22日透过社群平台晒出了姐夫具俊晔的合照，并在内文中写下：“我的胸部好有才华哦！”明天是展览的最后一天哦。因韩文的姐夫发音和中文的胸部很像，因此小 S 逗趣的在文中用“胸部”二字，瞬间让广大的网友们歪楼。网友们纷纷表示：“我以为墙上挂的是胸部，一时没会意过来，想说胸部怎么的有才华？我以为是你的胸部，我还看了一下，怎样的才华？”引发许多逗趣的留言呢。Bye.